我这巴肚要他跟我讲，面包还是卡落去。你想踢下去？卡落去。哎，真的耶，塞下去跟踢下去是一样的，老公对不对？你要摔下去。我儿子讲说，你巴肚要跟你母阿公，我面包就给你卡落去，一共踢下去。哦，我才想到，对啊，踢下去跟塞下去，要把我踢下去，弹落去跟弹落去，不一样。哎，这样拍起来蛮好的耶。一个是弹，一个是弹。